哇，是 Legend 啊 ！Legend 在上一个版本的双胞胎还蛮强的，但就是打控区真手，把人类关在一个区域，基本上是必倒。这样，那来看改版后的双胞胎怎么样？这里有人，其实。哇，直接放倒，好狠，好狠。我是挂。哦，这里其实有人。有人的话，那就利用光上啊，弟弟。哇，女的好。但我也不怕，我也不怕，因为。我就卡在这个位置，你们都别想跑，真的。上啊，弟弟！可以看出来，弟弟现在战力是真的还不错。我今天可以拿10趴移动速度去追他。好，去追他，追到了，追到了。对，弟弟现在扑在人身上会有10趴的移动速度，相当的不错啊。好，这就够了。这边三倒哎、欸，他会不会有压板呢、啊？啊，他没有，因为双胞胎其实还蛮害怕那个自动下板，自动下板是 counter 双胞胎，不知道改版后的双胞胎还会不会害怕这种技能组。有人找半血的来砍。欸，不是半血，满血的。现在双胞胎打满血的会比较划算。好，他直接把弟弟踢掉。弟弟会不会太超过？就过。哇，现在双胞胎打群伤的能力真的太强了，然后再加上他有个插件可以赋予不治，基本上人类都是不治的状态。哦，有一个补好了。哇，推会，好狠哦，这我没想到哎、欸。我的弟弟直接被推死了。翻了个跟斗啊！从这边真的可以看出来，双胞胎的击杀率变得非常非常高，很强啊！这就过啊！哎，没砍到，这就过。赵爽梅，
他就哇。好，继续追。这边应该是去拉人的，太明显，应该是去拉人的。我可以再看能力，直接再铺一波大的。我把这个路口卡住。哎、欸，哦，有。一个在柜子里，一个在外面。我开这个路口，把这边铺烂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开它？你怎么开它柜？你怎么开它柜？啊啊！哇！被他猜到了，被他猜到，我想干嘛了？你们在那边干嘛？出不去喽！双胞胎在这样第五强就是这样，上个版本为什么在这样第五强就是这样？一个卡位，然后放着弟弟进去里面乱咬，人类都跑不掉。结果。可以看出来，双胞胎的那个击杀率上升之后，再搭配这种非常适合双胞胎的地图，基本上无敌耶！人类是真的没办法，真不愧是我们的行星幻神。可以先把一个人扑受伤，再来回去追那个塞贝尔。乱踢，他应该打头了，我们抱他。哎呀，我被照瞎了，我的天啊！哎呀，这边没抬好，居然被照瞎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开能力狙追。呼，有喽。然后抬人之后，不是扑倒人之后，移动速度提升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帮助到双胞胎。哇！上啊，臭弟弟！呼，根本来不及，小鸡瓜。真的有够强，这就是全新的双胞胎吗？这就是全新杀手英灵战车双胞胎吗？OK， 成功续山，这就是我们的全新杀手英灵战车双胞胎，好狠。很 fashion 哦，已拥有，已拥有，哎，好盘。下面的已拥有，已拥有，已拥有，免费好康，领一下，哇，300,000血点，哇！哎，这个商店改装其实还蛮好看的，哇，还有特别卖这些哦，还就是我拥有的，啊，我知道了，这是给你，这给你让你做一些搭配用的。嗯，这个是让你可以这样叫做搭配这样。我觉得这个改动还不错啊，就可以穿你要的套装去展，而且它是以最佳视角来展现。啊，都是塞贝尔被展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
好啊，你看这个是人类视角的当当斩杀，但你玩当当应该是第一人称，这样就可以看一下我的猪头了，我的猪头，猪头。帅，帅。